啊，那你俩赶紧走。啊！出去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不起，我现在就出去。天哪，门怎么打不开？你今天可以给我洗澡吗？该不会是安安这个小鬼头搞的吧？怎么了？这个门好像打不开。我来看看。啊啊，好，好，好，你来看。 放学去吧，你该睡觉了。可是，苏总，我有话跟你说，我喜欢。够了，我要休息了，你早点回去，别打扰我。出去。 苏总今天好凶啊，他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吧？可他还是这样的态度，所以我是还没开口就被拒绝了吗？嗯，我好像不能给你当妈咪了。你这个畜生！我是你有什么用？你给我滚出去！ 所以明天带你们去见下张云。苏总这几天对我越来越冷淡了，是因为上次的事还在生我的气吗？小叶子，你想什么呢？小叶子，不好意思，陆哥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怎么心不在焉的？阿晨最近好像也心情不好，你们吵架了？也不能算是吵架吧，就是感觉他很讨厌我。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就是很喜欢你。 他就是别扭，不肯说。真的？当然，你看他对谁那么上心，诚心那么多艺人，帮着录节目，帮着导资源，还让你参加。那他我加油，早日争取把他拿下。他今天有声乐课，我专门请的大师，会晚一点回去。 你在搞什么啊？他最近已经够累了，你还给他加课？你讲点道理吧，我难道不是为了小叶子好吗？我累死了，你别跟我扯淡了。担心的话，你就去接他下班。不放心，还是接一下吧。好累啊，陆哥迟早要把我累死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是？ 想知道你爸为什么会死吗？你是谁？你知道什么？我在停车场，想知道真相，十分钟之内过来找我。停车场？哪个停车场？喂。 那个人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好像没有看到有人啊。气氛怎么这么诡异？不然先离开吧。哎，小明星，怎么又见面了啊？没事。是他，是你，是你给我打的电话。你知道我爸的事情。我怎么会知道？你他妈真傻，说什么都信啊！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弄死！救命！
回家了。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停车场那边有人打架，我们在监控上看见了，那边保安下班了，我们要赶回去看一眼。什么人打架？是一个男的打女的，那个女的好像叫叶玄钩。立刻报警。给我闭嘴！就是因为你，让我变成了通缉犯。这次我再把你带到山里，让你活埋了。不要！别害怕啊！不会让你在这儿死的，要死也让你死在山里边，尸体都没有。我会死，可我还没告诉他我喜欢他，就这样要死了吗？闭嘴！就是因为你，让我变成了通缉犯。这次我要再把你带到山里，让你活埋了。不要！别害怕啊！不会让你在这儿死的，要死也让你死在山里边，尸体都没有。我会死，可我还没告诉他我喜欢他，就这样要死了吗？放开他！别过来！再过来，老子弄死他！小明星脸蛋挺值钱吧？不然先给他泡个虾。你放开他！你要什么条件，你随便提。老子要钱。是谁来了？有吗？是苏沐晨吗？我要告诉他。闭嘴！你别碰他！你要多少钱？我立刻给你转账。5000万，有吗？你说账号，十分钟到账。你能别管我？不会骗你，5000万不会少数目，需要进行身份验证。你可以用我手机验证。别过来！把手机放地上，给我踢过来。往后退。叶行哥，没事了，我在这里，你没事了。我带你去医院，别怕。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你不会有事的，别害怕。喜欢你，喜欢你，这句话一定要告诉你。恍然如一梦，但有心能与你相逢。他说他很疼，开快点。我也好疼。医生，他怎么样？肩膀伤得严重吗？
骨裂，不严重。今天先休息，明天拍个片子仔细看一下。这段时间就以静养为主吧，不要过多活动。那他为什么还没醒过来？毕竟吸入了一些迷药，肯定要恢复，大概明天中午之前就会醒过来了。最近你们给患者准备一些比较好消化、有营养的东西，好好照顾他吧。托我给你太太绑个妆，喝点吧。老安怎么样？挺乖的，正在照顾他。叶寻哥应该快起来了，听医生说中午就起来了。喜欢你，这句话一定要告诉我。阿晨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医生说你要静养，我私下来看你，又不是做节目，别叫皮。那我叫你。结婚，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嫁给你，给你生了个儿子。你们父子俩都是魔鬼，你滚开！怕什么鬼？不是，你不能死，不能死！
看人家，看看你，看看隔壁大老许，你可太菜了，你再不争取，小叶子真的跟人跑了。恋爱不香吗？结婚不好吗？娶个老婆回家不幸福吗？恋爱结婚，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嫁给你，给你生了个儿子，你们父子俩都是魔鬼，你滚开，发什么疯？不管谁，你不能要死，不能要死。不，我不需要家庭。爸爸妈咪呢？他生病了，明天让张晨带你去看他。怎么样了？叶小姐病得重吗？先生，你也真是的，人家小姑娘都生病住院了，你也不多陪一会儿，你这让张晨，别再提了，我不想考虑这件事。可是我累了，照顾好安安，马上休息。张水爸爸走了，他是不是生气了？先生他，唉，先生他也是个苦命的孩子。但是我听不懂。你听不懂是好事，说明我们的安安呀是个快乐的孩子。一会儿张婶跟你一起去做蛋糕，给叶小姐带过去，好不好？好。这里画个小心心。爱心小蛋糕做好了。对，我们明天去给妈咪送爱心小蛋糕。好。马上就要进第二次公演了吧？赶在这个时候受伤，暂时不能跳舞了。对啊，陆哥说给我找的编曲老师编的是舞曲，现在改好像也来不及了。你说我每次在公演前都会受伤，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一个爱豆？别说丧气话，其实我有办法。你大概也知道我最近在转型做创作人，最近自己也写了一些歌，是抒情曲，不涉及舞蹈。当然和张云这种大前辈没法比，但是你可以考虑一下。真的吗？你想听吗？我让我助理把我吉他送过来，给你唱唱听听。让我享受这滋味。妈咪，快捂住耳朵，不要听许叔叔在唱歌。许叔叔，爸爸果然没有说错，你总是趁着爸爸不在就想抢走妈咪，爱不允许。妈咪，爸爸才是最帅的，你不可以被许叔叔迷惑哦。啊，胡说什么呢？我和许PD只是在谈工作而已。是上次见过的小朋友啊，他为什么叫你妈咪？这个一时半会说不清楚，安可能跟他比较有缘分吧，他还小，乱说话的。许 PD 你不要介意啊。不是说好了不叫 PD， 叫哥哥。不可以，就叫 PD， 绝不能让许叔叔趁虚而入。他称呼我什么你要管吗？小朋友真可爱。听说最近苏总养了个小孩，叫安安，苏子安，是你吗？你是在替什么人守护贤哥吗？对，许叔叔，妈咪是要和我爸爸结婚的，你不可以趁爸爸不在就想迷惑我妈咪，破坏人家家庭是不对的。涵涵，不要乱说话啊。可是你爸爸还没有和贤哥结婚，我现在也不算是拆散别人家庭，你说是不是？可是反正就是不行。泽，别闹了。你就别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说的不是认真的？你先好好静养身体，等录制结束再聊我们的事。我回去把曲子录制发给你，要是决定用我的歌，我可以和你一起说服陆哥。谢谢你。那你先好好注意身体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许叔叔了，我给你带了蛋糕，但是我的蛋糕呢？在这里。蛋糕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哎呀，谁让你刚才摔的了？这是我精心给妈咪做的蛋糕，让我尝尝。嗯，好好吃啊，
真的是我们安安做的吗？也太棒了吧！真的吗？妈咪喜欢就好，吃了蛋糕要快点好起来哦。后来的几天里，我再也没有收到过苏总的消息，微信和电话都没有任何的回复。我猜，大概是因为我昏迷前的那句话，喜欢你。苏总大概是不愿意接受我，所以才会一直躲着我。贤哥，我来看你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需要你来看我吗？毕竟是好姐妹人设，还是要维护一下的。这次探秘带了不少记者吧？怎么？准备再给自己立个圣母人设吗？记者肯定是带了，但是都被你们公司拦下了。你还别说，这次苏慕辰对你挺上心，你还挺有手段啊。你要是早就用这些手段，红贤至于这么快被我抢走吗？可能能缓那么一两天吧。探病差不多了就快点滚，别在这里惹我恶心。别急嘛，我是来给你听歌的，红贤给我的歌写好了。哦，听说你找张云给你写了歌吧？现在不能用了吧？看来啊，是上天不让你跟我作对，时运不济你就认命吧。这个冠军呢，我肯定是拿定了。你要是能出道，那也是我的陪衬。毕竟一个连男朋友都守不住的人，怎么可能守得住粉丝啊？那么沈梦欣小姐，想不想知道你男朋友来找过我，说过什么？红贤来找过你？是啊，我还录音了呢，放给你听听看喽。只要你和我和好，我就不给沈梦欣写歌，我给你写。他就是个贱人，他算个屁呀、啊！要不是他趁我喝醉了勾引我，我根本就不会跟他。你干什么？你要是今天敢对我动手，明天的八卦头条可全都是你。想好了？你个贱人，跟你比起来可差远了，做小三都这么失败，废物。回去好好唱你们家阿贤写的歌吧，珍惜你在舞台上的时间，说不定还要坐牢呢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家到底为什么会来歹徒？我哪知道你为什么会？回去好好唱你们家阿贤写的歌吧，珍惜你在舞台上的时间，说不定还要坐牢呢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家到底为什么会来歹徒？我哪知道你为什么会来？你不知道，警察会知道的，他们已经去查了。哟，兴致真好啊，喝咖啡呢。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和你汇报啊。小叶子闹着要出院参加比赛，这事你知道吗？胡闹，他伤还没好怎么能出院？何止啊，不光出院，还要和许明泽合作呢。
他要唱徐明泽作曲的歌，明天就要出院，明天就要排练。人家两个亲亲热热，你气不气？不许他出院，也不许他和徐明泽合作。什么时候医生让他走了，再走。这我可管不了，我是经纪人，又不是奶妈。要我说，这事是你做的不对。你要真不想和小叶子好，你就和他说清楚，你这吊着人家是怎么回事？去见他一面吧。不去。你不敢拒绝小叶子，你喜欢他，不敢接受也不敢拒绝，你怕拒绝了就真的失去他，接受了又重蹈你父母的覆辙。你活在焦虑和恐惧里。阿晨，哪怕试一试呢，事实没你想的那么糟糕。不想听你出去，让他不许出院，也不许和徐明泽合作。这我可管不了。那我要你干什么吃的？你身为他经纪人，一个练习生都管不好，你配他这份工作吗？对不起，我心里太乱，口不择言。算了，我们认识那么久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你自己冷静冷静，好好想想。实在不行，我帮你约个辅导师。我先去看看小叶子，你好好休息。小叶子，东西收拾好了吗？陆哥，苏总同意我出院了。刚刚问了医生，说你回去静养也可以。苏总不让你回去，可是他就算不让你回去，你以为偷偷回吧？你对比赛那么执着，我当然知道。谢谢陆哥。当然，对于你和阿晨来说，你们之间需要再添一把火。我们走吧，允许你训练，但是要严格遵循时间表，绝对不能乱来，伤了身体，知道吗？嗯，走吧。我再给你们放一次我找人唱的 demo， 因为是给女生唱的，所以调高了一个 key， 歌词部分有改动。那我们先听一下，然后我们分 part 唱一下。叶翔哥，苏总，他非要现在进来，我实在拉不住他。我让你不许吹，你听不懂吗？那就先出去一下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公司也没有。还有几天就要公演了。我必须练习，不然我的票数……为了票数，你的身体都不要了吗？从明天开始，你不需要再考虑票数。我让陆长宁安排你退赛。我不能退赛。能不能不是你说了算？苏总，你不能这样毁了我。等你伤好了，我单独给你出专辑，用资源捧你。但你要是不听话，我从今天开始就雪藏你。别忘了，我欠了你十年，让你十年都消失在荧幕上，也就是我一句话的事。这样才是真正毁了你，你自己想清楚了再选。徐明泽，苏总有什么要指教的？上一次我就问过你，你怂恿叶翔哥不顾身体的训练，他出了什么事，你能负责吗？上一次我也回答过，翔哥是成年人，他有为自己做决定的权利，而且医生也评估过，他只是不能过于劳累。我只问你，你能负责吗？苏总说的是对什么负责？如果是健康方面出了问题，所有的医疗费以及照顾他的事情，我全权负责。如果是感情问题，我更愿意负责，因为我喜欢他。你再说一遍。再说十遍都可以，我愿意对他的一切负责，我喜欢他。徐明泽，你敢跟我叫板，你不怕我？爱情是争取的，如果我怕，我就不会追他。这句话我只说一次。如果叶翔哥因为你出什么事，我让你这辈子都不能出现在荧幕上。跟我回去。我不回去，我不能退赛。有人把他给我带回去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苏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绑架吗？我一出大门就有两个保镖拦着我。我以为只有小说里才会出现这种情节。关心则乱嘛，阿晨也是被你吓到了才想出这种办法，他还是挺恩爱的呀。陆哥，你正经一点。哎呀，知道了。他这样做确实不太对，哥哥一会儿帮你教育他啊。别急，你先把药喝了。
其他事情放在哥哥身上，去吧。苏总刚才做出了那么幼稚的表情吗？等等，有事啊？哼！你又怎么了？爸爸，你又让妈咪生气了。妈咪平时是不恨你的，我替妈咪生气，我也要恨你。陆先生，张先生，我看先生和叶小姐在。不能唱许明哲的歌，唱张云的。张云的是舞曲，改。就这几天没时间了。你怎么老是护着他？你别不讲理，我是怕你恋爱没谈，直接失恋。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？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？谁让你来我家吃饭的？你走！哎呀，干嘛啦？陆先生是我的客人呀，我不能叫客人来家里吃饭啊！听见没有？我是张总的客人呀！就是，我吃饱了。哎，别走啊，这才吃两口呢，又不好好吃饭，在干嘛呢？妈咪不吃饭，太让人担心，我要给她送上去。妈咪，我给你送好吃的了，你不要生爸爸气了好不好？你们这样我好难过。吃完这个就不要跟爸爸生气了好不好？爸爸不是故意的，爸爸太喜欢妈咪才会这样的，他不会哄妈咪还请我来教他，妈咪不生气。好，我不生气，安安不要担心。妈咪和爸爸都要好好的。进来。苏总。为什么不吃饭？因为我不让你继续比赛。苏总，我不知道比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但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我训练了那么多年，就是为了这个机会，我必须要拿第一。我付出了那么多，经历了那么久的非礼，
伤我也受过，苦我也吃过，甚至我爸爸都因为你，所以我绝对不可能放弃。况且你也说过，听清楚我说的话，我不需要你尽力，我要你必须第一。我拿不到第一会对我失望的。随你，我不会再管你，以后你的事我都不想做。苏沐晨，你不讲理，上次昏迷的话你都听见了对不对？你知道我喜欢你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？放手。我不，我要你回答我，你到底喜不喜欢？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你不敢回答吗？让开。那你为什么？我这样说，你懂吗？让开吧，苏总。既然你有婚约在身，我也不适合住在这里。明天我就搬走，公司有给练习生住的地方。好，我让张婶帮你收拾东西。谢谢。你要去哪里？你不要安安了，是因为安安哪里做的不好吗？不是，妈咪只是出去几天。骗人！你行李都收拾好了，你房间都空了。是爸爸做错事了，为什么妈咪连我都不要？你别走，我不想没有妈咪。不是。哎呦，我的小宝贝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哭啊？叶小姐，你不好这样的，安安还小，哭坏了怎么办呀？安安不哭了，妈咪过几天就来看你，好不好？叶小姐，你不走她就不会哭了，你看把孩子都惹成这样了哦。嗯，不哭啊，她这样下去会生病的，先生现在也不在家，这孩子万一生病了怎么办呀？叶小姐，你怎么负责啊？行吧，我知道了，我今天不走。妈咪以后也不可以走，要一直一直陪着安安。所以您的意思是您骗了那位小姐？对，我没有婚约。为什么要骗她？您明明知道只要拒绝她很快就会放弃。我说不说拒绝的话，我也很怕她会放弃我。苏先生，您因为以前那些经历而对亲密关系的建立产生抗拒和恐惧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些事，因为其实已经过去了十多年，我想到这些事还是会很难受。慢点跑啊。很小的时候，我父母还是很和睦的夫妻，会带我去春游。可是有一天，父亲带了一个孩子回来。乖儿子，我们到家喽。是他和其他女人生下的孩子。那天开始母亲就变了，他生病了，开始只是发脾气砸东西，家里每天像战场一样，每天都是无休止争吵。后来他的病越来越严重，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污点。他会指责我，也会对我动手。早知道只要你一出生，我就应该掐死你。见到我的每一刻都是谩骂和责打。夏医生，我有时候还是会很疑惑，如果我的亲生父母都。
里，是不是又要走了？只是去接水儿的鱼。不行，我跟你一起走，不然你会偷偷跑掉。我不会偷偷跑掉。喂？你马上给我到火车站来。